考虑的是说呢，房东要租房比较少，那等于感觉房东讲的话，要的房内情况。要抬到地面啊？一个公司的话，抬到手。错方向啦，咁咪睇唔到咯。佢冇所谓嘅 ，Daniel， 佢而家佢挂住呢个收得嚟睇下嘢咁解嘅啫。你咪仲唔寫雪糕用咯？我覺得佢反而唔係一個喺而家個咁緊張嘅角色，因為 Walton 咧，你我係熟呢班人咧，其實我都接觸過有啲行家入咗呢間嘢，知道佢嗰個運作或者佢真係揾食嘅程度係點。其實唔係話咁理想啊，佢哋呢個。即係其實每一個角色公司都係啦，有唔同嘅人種喺度啦。咁佢用佢嘅身份嚟掛住勾喺阿波嗰度。俾媽咪睇個戒指。Where's your ring？ 俾我咁大個甜水，你掛喺度我又唔使咩你嘅，大家都各不相干。即係大家咪等時間啫嘛，冇問題嘅，即係對。去嗰邊嘅公司或者嗰邊嘅頭，即係我都有好多呢啲人啦，我都唔會搞佢噶。你搞我做咩？即係而家你知道有啲唔同咁嘅人，咁咪大家就喺度企到幾時，等到個機會，係咪啱做？要知好多嘢係嘛？唔緊要，所以我反而覺得，但我反而咧就話你所講。